我是刚刚列车长上的，1989年7月6号，汽油站，4:05三班乘班就是1152次，今年先看我瑞芳和1.08里山东城2.0版微笑号绝缘车，超感动了，李三又来了，李三东城2.0版微笑号绝缘车。1152次交易年限看我瑞芳的1.08里山东城2.0版微笑号绝缘车，在汽油站里面。